玉屏书院创啊真好势，啊，搭行船影道的周凯呢，甲书院院长，就到陈化成院道去表示感谢，而且邀请陈君门参加庆典。因急刷刷来到陈化成院道，詹夫人真歹势讲，哎呀，两位老爷，啊，阮家老爷昨已经坐船去台湾巡视呀。另外一边，顺风顺水，陈化成真顺利就到了鹿港。上岸了，陈化成坐着一顶两人扛的青布小轿，一群人一直到了台湾府的官衙门。